炮的地方，储存弹药的地方。是为了那从下为了要让那个以前他们的门厂啊，他们那时候的门然后再做一个，就是在座谈在晚上，那他这边就是要有一个卫兵他们要看，才看得到，所以才做这样挖一个空间。对，那正常来讲啊，就是卫兵，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墙很厚，对，这个墙很厚，然后你看这种门这边，这门也很厚。那其实如果你们从那个外面这边看的话啊。看哦，我们这个门看进去的时候，我们看进去的时候，其实它被这个门里面那个墙挡住了。那所以这两个门其实是有点交错。那你们可以猜猜看，对，他其实故意的，是为什么要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子？